Hey, you be popping pills all day. Bet you daddy listen what you singing gon' say. I be diet Prada in the shit. No face, no face, yeah. Hey, no. Hello， 各位观众，现在是早上六点。我等一下呢就要准备吃个早餐，然后准备去出发去古晋了。OK， 那么我们等一下在路上走，再见吧。稍微休整后，我们就出发到 The Spring Mall 购买生活用品。只买一点。OK， 那么观众，我现在回来聊，然后我买了一个眼镜啊，因为我本来就有点近视的，然后又没有戴眼镜，不是有一个眼镜，但是我没有戴，因为眼镜很丑，所以我就不太敢戴了。然后现在就买了一个新的眼镜喽。这一天下来，就是像你们所看到的，就是去购物，去买一些生活用品。然后呢，现在很晚了啦，我们明天早上还有去一些地方玩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明天早上见。Later， 今天的行程我也是不太清楚的，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你们交代我今天的行程，所以呢，你们只能够继续看下去才知道我是什么行程呢、啊？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嘛。因为本来说是要去海边的，但是好像不知道什么海边会有开，因为丹麦那个好像是属于私人海边，然后可能会去动物园之类的吧，或者去其他东西。那么你们就继续看下去。然后中午就来到 Viva City， 主要我是帮忙朋友买东西。All right, thank you.
OK 啦，那么刚刚那个主要就是我帮我朋友李姐啦去买一双鞋了，因为她交代给我她的钱嘛，她那些钱是她编译过来给我的，就这一个啦。OK 啦，那么现在呢我要帮另外一个朋友买耳机啦，还在编译给我，我去跟我爸爸拿钱一下，我再上来买。对。买完了回家。回到家后就休息了。The next morning.OK， 那么各位观众，现在我爸爸妈妈放我一个人下来去拍照一下啦，就去录一下这里附近，因为我现在在这个，昨天讲错了，不是叫国会，叫州议会啦，州议会大厦，记错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把我放在路边这里，就是让我去拍一下这里的风景之类的东西啦。这里有点吵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一边走一边看。那么现在我是到了这个什么庙，我不知道，没有研究过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就会去到附近那个河滨那边附近看一下了，在那边看一下那个桥，然后那个州议会大厦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犀鸟的壁画啦。那么各位观众，我现在是到了这个河滨这里了，国会大厦看到了，国会大厦，那我就会进去，因为我现在还在外围，还在这个公园的外面，所以呢，我带你们进去看一下。OK， 那么到这个了，州会大厦有点悲观。OK， 那么这边整体的河边的风景。还有一些床。然后呢，那边的桥。OK 啦，那么现在我就会过去桥那边，就是在那边的桥，然后呢去到那边的桥就拍点特写之类的，我就拿我的那个长焦镜头来拍一下这个国会大厦，然后接这个桥啦。OK， 那么各位观众，我现在找到一个亭子了，就是面对着这个国会大厦，这个位置很好。废话不多说，上图。中午就准备去杨氏养鹅场。
OK， 那么我就到这了这个鳄鱼园，然后呢就要准备过去了。我去到那个大厅那边要买票的嘛，这个是私人的吧，应该是。过来进入。这个间，五千四寸铁钉啊！我把那个纸上了，一块钱给干嘛？怕你丢五十块了，那是浪费钱。我这么多吗？嗯呐。我画眼睛哦。写吗？啊，那不好。那么好听。鳄鱼，老蛇，老蛇，你就是你的朋友，你看我，你要不，小麦乱吐哦，老蛇，老鳖。老鳖，这鳄鱼喂食秀哦，那喂食秀。三色松鼠，好，放出来的，它关在里面的。美洲鬣蜥，直接搞的哟。舌头伸出来只能吃骨膜，我都不吃你。啊，壁虎，这边有母鸡耶。那壁虎呢？这。刺猬啊，豪猪啊，哇哟，没了。
那边是很多。这这一擦，这地方一喷出来，马来豪猪。很臭。我的吗？大型坤坤。耶！懂了懂了。他们就是垃圾猪。你搞我！喂，我呢？你当我呢？嘎嘎！特地开给我们看，哎呦！这金你搞哟？这金呢？哇！哇，这个大哦！王二。大哥哦，一口热的常年来自印尼哦。印尼。定居。哎，他在动哟。只有十五公斤，身长一千五啊！堂会今天已达到退休年龄，子孙满堂。为什么？哇！这恐怖了。没法嘞，你找勇敢。回来了。前面的话就是看喂鳄鱼的了。在那边。看他们现在到这里了，这里就是喂鳄鱼的。走桥，好鳄鱼！哎呦，他刚才捏了一下洞哦。给他们现在好像没有喂鳄鱼。期待了个寂寞。给他们前面好像是有羊呢，看羊了。OK， 那么现在看完了，全部看完了，然后要回去了，这里出去，一口，走了。这里有人买的是鱼。
OK， 那么这一期 Catching Trip 就结束了啦。这一次的旅行肯定没有过往的旅行那么自由，主要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。如果各位观众和我一样在疫情严重期间有出门旅行，那么你们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。OK， 那么今天这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啦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